潺潺的溪水涌向大湖，每一处的溪流都有一座小桥，感觉非常好。虽然崎岖蜿蜒，但是还算平坦，有长跑者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然后还有快速的步行者，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自身的重量。凡是有潺潺的溪水的地方，都有一座小桥供我们跨越这溪流。太阳出来了，我们看到有太阳的邦桢湖充满了色彩。